好，在先那边刮一下。我们今天是把那个胶水给它放到拼图粘好，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一次跟马朵的1000片拼图，然后框是去书局买的。其实去书局，实体书局买是最便宜的。好，然后我们要来再淋上一点点的这个拼图胶，不要太多，然后把它刮平。这好像在这柜哦，小心哦。以前我的概念是要粘后面，但我们小妮子说要粘前面，没关系，以她的意见为主。很像在这头，注意有没有哈？啊，这个，再把胶水弄好，把它刮平，紧接着进行这头注意。这头注意就是做泥做，剔除一下这，这里还要用一下，刮平，刮平真的很亮。好 ，OK。中间往下看的话会比较清楚，你这样头也不要太多哦，这里边边都弄好了哦。那后面绿色那个 L 型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干的时候把它弄上去的框，因为它的底是比较多绿色，所以我这次配的就是绿色的框，整个森林的感觉完成。